餐这两杯这两个蛋糕加起来新台币1388，我是刷信用卡的，应该有算手续费吧，不知道，这1000多，来喝喝看到底多厉害，来喝看看到底是有多厉害。你要搅上面的甜，要搅吗？上面超棒，上面是白巧克力，好甜，抹茶巧克力，然后牛奶很顺，好甜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最幽默的是这个可颂。超可爱哎、欸！还附一个，真的附一个可颂用的纸袋，超 Q 哎、欸！来吃一下这个味道，来吃这个黑色的，我觉得它就是那个蝴蝶爱心饼的味道，上面有裹一层糖。如果它出成大包的饼干，应该会蛮受到大家喜爱的。那它多少钱？啊，它也不到100块，算了。好吃吗？它真的是可颂皮，它就是你会觉得很像在吃可颂的最上面那一层。所以它就是边角料，对，边角料没错，就是可颂那个尖角，那个最旁边那块边角料。那我觉得它就是黑色大可颂做剩的，没有，它有黑的。来切最有名的这个，很硬哎，它会离开。散掉了，老百姓果然还是算了吧。好像核桃，我转过去，我太忙了。它盘子好重啊，没有，它是塑胶盘。但看起来好像它是很松哎，我刚切的时候觉得很。是 mousse 的感觉。有柑橘跟核桃，奶油蛮好吃的，是好吃的，但真的太贵了。这15000，这25000，然后很松，真的很松的味道。